哇罗，你这个黑夸耶！可以吗？这个，这个脸，你衣服怎么黑黑的哦？很厚哦！你超人之没有温度啊！喜欢 Blocky 吗？我要没有，我要了，我已有。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Yo, what up, 大家，我是 Fashion Boy。欢迎回到这个帅给你看，这么帅一起来，大家都说非常的成功，因为我把爸爸的衣服穿在我身上，穿得很鬼子帅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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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怎么样是一个 fashion boy 嘛，是不是？那可以这样子认输。好了，死就死 ，Let's go。帅到不要不要的吧，但是这一集会更加的成功，因为我终于请到爸爸来挑战穿我的衣服。所以老规矩，改装了过后呢，大家下面留言到底是帅还是sweat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主角请出来 ，Q intro。你不要只让人家以为我老了像你而已，现在已经开始这样觉得，你不要害我了。你说你们有像哎，以为你们两个有像。Yo everybody, hello, welcome. 你们是很多话讲，为什么？特别尴尬。你要讲什么？爸爸 ，Hello everybody， 我们在讲 ，Guys, are you ready？ 你们来很紧的嘛。B 总监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都不懂你要做什么。你有看我的 video 吗？有。上一期我穿你衣服，然后我穿到很紧，格子衣啊，你结婚的西装外套啊，你做雷让人家帽子回来。那个是不是？你是哪家帽子？我讲为什么做人要给拿到有帽子回来？我是李哥的，我是哎，不是李 Chris 的。他送我嘞？是啦，一色的吗？我想你们的风格。是，我看到他的名字，看了名字，我想哇，做人要拿到人家帽子回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挑战兵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挑战呢最厉害了，就是我爸爸吐进我的衣橱，然后去挑战穿我的衣服，只要把你变潮男，然后 oversize 那种。我不是会变潮男吗？会，潮到变潮孩呀！出题还是我出过来 ？OK， let's go， 来宾，这边呢有 80% 我的衣服，你看那里面哪一件你觉得帅的，哪一个觉得帅的就拿来穿。啊，穿得很潮的，去选，你自己选。OK， 妈，我选。来，我帮你选，我选个美美的给你。你看懂啊，把五尺三寸半这样啊，他可以穿什么？五尺四啊，五尺寸半是我。你怎么美了吗？看到？还美点了吗？要高级点的啊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粉红。你喜欢粉红？你说说喜欢粉红啊？你不喜欢猪肝红吗？没有，变两条线。Change already the old. Change already. Oh my god. Pink color. The older the pinker. 我这样子了吗？不适合你，四十岁了吗你？随便，你要在你要在里面选一些觉得 OK 的。美丽莲花。那红也是黑呀，不主观色黑呀。主观的。对呀。那你喜欢吗？开心吗？不出色哦。很粗很粗的潮，我潮，我在下面破了。来潮了潮了潮了。靓仔，来靓仔，咁靓噶嘛？咁靓仔咯。我哇，你穿很酷，你要 speed 哦，很巴得吗？把再来，你穿两件这种，不用脱没？不用紧，这是一个概念 concept 嘛 concept。现在潮流主要是 oversize 还要穿叠穿。哇，这个是 fit 了，这还要，这潮男就是。潮帅男。你们觉得是帅还是帅？反正你没有穿过这个。啊，这个 nice， 这个够潮。过了穿不进啊。你身上穿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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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这个。你聊一下，你不用脱裤子，老板。你先让你拉住。把你拉个近。对呀，给贴上。太幻想啊！西街的 Asia 可以调出品味的没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讲掉我对白了啊！我把我的 ending conclusion 给他讲掉了哦。这会美美。没嘛，你都说到今年二十岁了吗？啊，这样子 OK 啦。年轻二十岁就多少岁？刚才微微那里。四十了。没有两个字，我连这边五颜六字了喂。看看什么 ？Smurf 啊，要摆 pose 吗？
师，我是化妆师有没有？感谢化妆师有没有？刘在石，哎是，哎有像好像看见，矮矮版的刘在石，把你们笑变成星星了，不要做到这样星星，要这样子，做到这样子好像星星。哦，可以出门这样啊，很难看呢。要换衣吗？要。想想看，又不要换，又是 something new 啊。带自己造型师大牌的那个。OK。哎，我你这自己这样乱的吗？说什么鬼？你不要激动我丑啊！喂，好硬。我剪头发好少，我就怕。哈哈第二套你自己选。哎呀，喂，这好玩，我喜欢 Brody 啊，喂。我没有啊，我要了啊，喂，要这样啊，输一点点我的那个 Brody。还要输一点点。我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我自来。是吧？马上说一下，马上，气死了，马上吧。这真是在我早上去巴萨哦，都差跟人家吹水那个。这只是我现在懂了，马来西亚为什么每个人穿多多 T 会拉起来，就是多多在骂叫人家拉起来这样子。我就不要玩了，这样子。你还想穿哪一件？不然宰我什么进去？我已经穿双边了，男的穿像新的二级的喽。这很热吧？你们这样凉一点的吗？这不是。可以给我们来一个不热的，我们来下去第二套的穿搭，加了一个热马一下夏天的穿搭。去我去我地去我你超人是没有温度啊，看我是找谁你不是在这个姑娘也是，你的瑞拉帽哎，这个没被水怎么煮面了吧，这个很美，这个那个是睡觉的，这个你要我怎么帮你配哦，配袖子没晒的呀，这个所以凉的好的，这个可以吗，这个这个我当时买来跟你一起穿的腹肌装，这不错啊，这个啊好，这个摆设不好，很难肮脏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、不要啊，这个跟Vivian弟弟一样，那个布妈妈的断奶给我，这个烧掉，这个都擦脚布，不说嘛哦，你要穿这个不如穿我的Lisa，可以比赛用它哦，哇罗，你这个背胯的，可以吗这个，这个脸背胯的，可以吗这个，妈，你懂不？这个是Limited Edition，全部人抢，你知道吗？难看死了，你看那个脸。妈，这是我设计，全部人抢了没有？叫我姐抢啊！我属于超牛，不错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贴我脸，也短点的吗？稍微短点的。看那脸，你画了？啊，我画了。可以了。你一件妹吗？有一件的。这个好点了。哦，这个心多又凉，比赛又美。你要背心是吗你？要背心是啊，我给你背心，盖着我的镜，盖我镜头，对吧？走过来盖。OK。盖啊！Action！ 来，各位小飞仙，我觉得这个挑战
非常的成功，我把字头变 G D， 没有成功啊，哪里有 G D 变 G T？ OK， 真的是很帅吗？我给你看照片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了你就会讲哇。哇老哇哇哇老老公今天很什么？很刀很刀很刀，你看啊，认得出是你老公吗？哇啦！哇了喂！哇，看看后面那个比较帅。哇！他真的美。他今天真的没有无尘事情吧？啊，接着这个 hip hop hip hop hip hop 感觉有影没有吗？你看到没有？有。哇！那么多个造型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欸，他的脚还会动我。没有，因为他是 live photo 嘛，被刷过。你在刷过？真的好看哦，哇，这个是苏安龙刘在石。要怎样讲嘛？上宽下窄，显腿长，所以这是丢脸。这件事是真的，就丢掉了。对哦。上宽下窄，腿长是不是？你那些裤子怎么样？烧掉了哈，全部。谁在？你眼镜了哦。你那个裤子哦，全部这样宽。脚短短些，这样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你看颜色吗？我拿这款的精品。这样我把那个头的颜色配裤子嘛，你看到吗？啊，之前的。就像什么人？像那个韩国人。韩国人。韩国刘在石。啊，今天我们是有三个造型嘛？你喜欢哪个造型？我喜欢棒球衣的。像那个棒球衣啊，赛公啊，买的赛公衣。赛公啊，那有。我买的赛公衣。我买的有赛公衣，那青色有老虎的啦。啊，那个是老虎的，一个。是是吧？发黑啊 ，OK。你选哪一个？我记得黄的。在第一套啊，这个刘在石啊。刘在石像他。OK OK。是我。看不到主题。在我们这边就做出了我们的选择了。那各位看这影片的观众啊，各位小飞仙，你们觉得到底这三套你喜欢哪一套？底下留言给我们懂，哪一个是帅的，哪一个是帅的？下面让我们懂 OK。来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两次，看个八次。看你爱上我一次吧，来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Instagram，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下次见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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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哎，何庆典，你没有 biu 啊 ？biu biu biu biu， 来一二三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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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哇，这是够跑哦！哎，糟糕。那今天感想什么？啊 ，very happy today， I'm very happy。你不要官方。啊。太高兴了我。啊 ，next star to next star to be born。You already a star. I can change my profession. Superstar of Sungai Long. Sungai Long 刘在石，以后你走出去这边，全部都认识你啊。OK， 跟你讲，拜拜。Bye， see you， bye。Kiss， kiss， kiss。See you。你要 kiss 吗？你 kiss。哎呀，讲到还是要啊。